友友们，我刚刚发现了一个懒癌福音，就是这个，它不用皮筋也能够扎头发。真的假的？那些跟我一样丢三落四，每一次干饭都找不到皮筋的姐妹们，赶紧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女爱豆都在用的无皮筋扎头发法。暴力型。首先呢，是把这个头发刮刮一把，然后我看视频上是在这个地方挑一撮，然后把这个头发放进去。好像还可以哦，但是它的稳固力也挺差的。你看我这样晃了，它就散了。然后啊，我刚刚又在手机上看到了一个更好的，它就是稳固力更差的。我们来试一下这个进阶版。头发插过小马尾，右边区域头发也插过去，左下方和右下方分别区域头发插。这个太难了，我学不会。但是我有一个，我们有一个好人选。对对对，易阳，怎么了？快点看这个视频，然后给我扎这个头发。不会。好，来。就是马马辫，曲艺小说，跟进去。你到底会不会？扎好了，扎好了，扎好了。你看一下镜头啊，扎挺好的吗？你把手放了，你把手给我放了。刚刚我就是开玩笑的，好吧？现在我就正经的教学一遍，给他们看一下什么叫麻花辫。咦，麻花辫给他们看一下。从这边，从左边上面取一缕头发，把麻花辫塞进去。右上方取一个一撮头发，从一个洞里面塞进去，还可以。然后从下面没有头发。我夹着橡皮筋方便，可以了。好，今天的托尼羊结束了。卡 ，OK， 这个进阶版的话，我建议大家还是找一个聪明一点的男朋友学，不要像这个托尼羊一样，这真的是太笨了。再见，走了。